什么是老婆？老婆是无论多晚都会等你回家的人，是日日夜夜盼着你前程似锦的人，是那个为了你这一棵大树而放弃整片森林的人，是一心想和你慢慢变老的人。老婆就是那个保存着你传给她的每一个甜蜜讯息，边看边傻笑的人。老婆就是你不在她身边，她无比想念；当你在她身边时，又对你大小声的矛盾的人。老婆就是那个看到别人的脏衣服都觉得恶心，却心甘情愿的帮你洗臭衣服、臭袜子的人。老婆就是那个一听见别人说你坏话，就会捍卫到底的泼辣人。是相处起来很踏实，唠叨起来却很烦的人；是吵架时会哭，却还会担心你冷暖的人；是很怕痛，还愿意为你生儿育女的人；是你一无所有时不离不弃的人；是赌上一辈子去爱你的人。如果你有幸遇到这样子一个女生，请好好珍惜她，一定要幸福哦！记得加关注、按赞、分享，谢谢。